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？我想静静。静静又是哪个男的？哥，几百年前的老梗了，你让我一个人安静会儿行不行？那你慢慢想你的静静吧，我去想我的欣欣了。陆嘉禾，你做这么多，就是为了毁掉我吗？谁呀？早，伟哥。我说我怎么右眼皮一直跳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笑笑。我是不是多少年前就跟你说过，离我们家远点？你怎么还来呀？我，那个笑笑在不在？不在。谁啊？哎，笑笑，我。怎么是你啊，师兄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昨天看你走的着急，后面压轴作品也换了。就很担心你，所以我想来。所以什么呀？谁是所以？所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哥，你什么态度啊？师兄，我没事，这段时间谢谢你啊，一直帮我。你没事就好，只要你有需要，我都在。嗨，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，要不师兄你先撤。你不舒服啊？那你好好休息啊。明天我来接你上班。不用了吧，我，哎呦，我这肚子，师兄拜拜。你怎么？我先去厕所了啊。哎，你没事，笑笑。哎，你没事了。哎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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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笑笑，他走了，走了啊，走了。干什么？你没听见笑笑说吗？肚子疼，人有三急，你懂不懂事儿啊？他肚子疼，我看一眼。你走了，人家要上厕所啊，慢走不送。慢走啊！哎，走吧。我想问你个事情。你说。就。我猜到了。你是不是想问，我和嘉恒一起针对于笑笑？对。你这样问，我其实特别理解。但实话实说，真没有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最近态度一直不好，主要是因为吧，我们几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就算是天塌下来，我都会替笑笑挡着。那个陆嘉恒，我，你们几个，那是有几个呀？有机会。能带我认识一下吗？三个。真有点嫉妒于笑笑了，身边那么多人在乎他。你好。我说你小子还有完没完？我说我这左眼皮怎么一直跳呢？原来是妹夫来了，来来来，请问笑笑起来了吗？醒着呢，笑笑，妹夫来了。笑笑，我想跟你聊聊。我们之间还有必要聊吗？你说过，我们之间不是句号。为什么要把我的微信拉黑了？我为什么不能拉黑？你处心积虑的偷我设计，毁我作品，我为什么不能拉黑？你就那么肯定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可能误会我了？你女朋友戴映熙用的就是我的作品，不是你告诉她还会有谁？这件事情
我们之间只是个意外啊！所以你承认她是你女朋友了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走吧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 陆神，请你不要再纠缠于笑笑了。你来这儿干嘛？这是我跟笑笑的事，与你无关。我跟你说话呢。 请你离于笑笑远一点。我和笑笑的事也与你无关。于笑笑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我想你俩还没到那种关系吧？哼，这还得感谢你啊！有了你的对比。 我和笑笑即将会有这样的关系。哼，哦，对了，正式通知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会追于笑笑，我不会让她受到半点伤害，你明白吗？你随便。哎，你有种的把屁股擦干净啊！ 对不起啊，前天的秀我给你一个人扔在那儿，我还不了解你啊，来抱一下，抱一下就原谅你，抱一下还不简单？<笑>你怎么才来啊？啊，别提了，还不是那个陆师兄一大早来，非要送我上班，非要让我吃早餐，啊，不真是。我觉得那个陆师兄对你还不错啊。 要不要考虑一下，大姐？你想太多了吧？我们俩顶多算是师兄妹的关系。这谁规定师兄妹就不能谈恋爱了呀？这八卦脑袋！切，林姨，嗯，我想跟你说一件事。什么事？那你先答应我，我跟你说了。 千万别激动，肯定不激动。我今天打算辞职。啊？不是，为什么呀？前天那么重要的一场秀，
就因为我一个人全搞砸了，我再待在公司会拖累大家的。笑笑，你好不容易才进了瑞克，你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了呀。我没有要放弃梦想，我只是觉得留在公司会连累大家。我们先回公司吧，走。哦，笑笑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们等你好久了。笑笑，干得漂亮！袁总，我今天来是来辞职的，我绝对不会连累大家的，你们不用这样。笑笑，你想多了。来，坐。来，坐。别！坐。你现在可是公司的功臣，知道吗？来，跟我们都分享一下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袁总，您都把我说糊涂了。你就说吧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次可不许卖关子了啊！南姐，我真不是故意搞砸那天秀的，是我没看好走秀那天的衣服。我给大家当……那一件事已经翻篇了，咱们说说这件事。哪件事啊？恒星，你到底是怎么认识恒星的？恒星大大，笑笑，你认识恒星大大？恒星，我不认识啊。你看，还卖关子，你要是不认识恒星，人家为什么要转发你的作品啊？是啊，快跟咱们袁总好好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笑笑，啊，恒星大大真的发了你的作品？这恒星啊，可是咱们业内数一数二的大神。恒星认证，那就相当于设计界的米其林认证啊。笑笑，你要是再不说，可真不把我们当朋友喽。袁总，我真不认识啊。好，袁总，这样，咱们等笑笑什么时候想起来了，再跟您说，您看怎么样？好，行，那这样，咱们今天晚上全公司聚餐，庆祝一下。还有啊，玉楠，这样，咱们下个季度的主推款式就定笑笑的这个系列，好吧？由笑笑全权负责。